嗨，大家好，我是可可，好久不见，很久没有更新了。从西班牙度假回来了，然后小朋友开学了，一直忙到现在才有空静下心来拍点视频。不过确实也是生活平淡如水，并不是每天都有很新鲜的事情的，确实没有好好的去拍视频。转眼间秋天就快来了，都已经来了。转眼间，家里的院子里的那个花园也要整理。反正慢慢弄吧，一天一天的慢慢弄。确实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哈。然后昨天突然就是静下心来的时候，就是翻到以前拍的视频，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快，两个小朋友也一下长大了。我就想还是坚持拍下去吧，因为就当做是对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记录，小朋友成长的记录。还以后老了以后翻翻视频看一看以前的日子，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秋天也是女人就是补气血的好时节，所以呢，听说这是香港太太的养生茶，我准备今天比较休闲，给自己煮一壶这个养生茶，主要是有党参啊，不是那个黄芪、大枣、桂圆、枸杞、苹果放到水里一起煮，小红书上很火的，说是香港太太的养生茶。要坚持喝。看着茶水正在慢慢的煮沸，想起这句话："时间煮茶，岁月逢花"，我们要简单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野草，这个院子里的野草啊，我真是拿它没办法。我前两天就是拿药水杀了一次。因为雨水充沛，所以野草疯长。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就是把这个石头、小石子给铺一下，应该是有办法的。然后我也懒，就是说有时间就靠人工的把这些野草给除一下，平时都不太管。可能就是这个雨水多，所以它野草长得特别快。你看那个石头缝里全是野草。我前段时间刚没杀多久，又长起来了。也就今天有点时间，平时不在外头。今天我说懒得在家里没出去，没出门，就在家里赶紧把这个院子里的杂草给除一除，要不然都快成一个，都看不下去了。应该再买一些石头，再铺厚实一点，应该会好一点。但是这个野草真的长得太快了。或者是把这整个铺成一个跑道，一天不能干太久这个花园里的活，腰疼。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弄，能弄多少是多少。我的养生茶煮好了，准备喝一杯，然后再开始干活。Oh yeah, that's perfect. 它这里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游乐园，就是供大家玩的。那这楼底下有个 playground。Yes. Oh, they have showroom, right? No, this is ready to go. Oh, ready to Yeah, go. so this is this Oh, is an okay. exact this is like if they wanted this one, they can have it. Oh, And 还可以，看那个朝向是朝南，朝向朝南，然后 And there's actually quite a nice 小朋友放学回来了。婷婷在喝什么？我给你弄了奶，喝点奶好不好？回来给他们补点东西。哎呀，这是干嘛放到桌子上去？我没有放。你喝什么？在喝 juice。马上写作业了。嗯哼。我给你们吃点水果，要面包吗？不要。婷婷要吃巧克力面包吗？面包要不要？Austin。Chocolate, no thank you. Milk, drink milk, fruit, 苹果可以吗？Yes, I saw. Noodles. My. Noodles. 卢老师知道我在叫他。婷婷，你把你的鞋放回去好不好？This is what I did. I'll send this to Aria. Aria, can I open eat that apple? I said that to Aria. 哎呀，听你的脸好黑，晒黑的还没长白。阿瑞，你也吃看一下。Noodles，Noodles，哦，cute cute cute cute，Noodles，这就是跟着呀呀。
那是跟他是不是要饿了？嗯，那我给我带你去喂他。你看，让你的脸也是还没变白，我也蛮黑的。吃完东西写作业好不好？现在要恢复正常了，开学了。啊，奥斯汀 ，OK， 奥斯汀，你有作业吗？这个礼拜没有作业。没有作业，阿瑞你有是不是？嗯。今天晚上准备给孩子们烤个羊肉，烤羊肉吃入秋了，贴秋膘。中餐确实也得天天做中餐，做的也没一点的新意了，用西餐来调节一下。准备给他们烤个羊肉，就是半边的羊腿，还要加一些蔬菜。那这个羊肉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他可能放了一点香料，一点 rosemary 什么的，估计没什么咸味儿。然后就是切了点胡萝卜，还有这个土豆，准备把浇加一点黄油，然后再浇一点蚝油。嗯，让它放到烤箱里烤一个半小时。现在烤了一个小时了，然后准备拿出来翻一个面。烤好了。啊，看见了。哎呀，好好吃！你看这个肉。阿德又要流口水了，贴秋膘。妈妈，谢谢给我做这么好看的吃的，还有你看这里好看的吃的，好好吃。那个，我这是贴秋膘，秋天来了，中国人要贴秋膘。贴秋膘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No， 就是秋天来了，我们要多吃肉，补充身体的能量，然后能够御寒冬天，这冬天就不会怕冷。羊肉，你看 noodles 直接在外面想进来吃，你看 noodles， 我把那些蔬菜再浇上来。我就要汁，把那个汁全浇上来。Library， 好简单的。你们喝什么？我喝牛奶。调了一点沙拉。喜欢吃这个。调了一点沙拉。这么开心。我好喜欢。你看。啊，这个是。我要狗嘴吗？我要吃。啊 ，Stop。Do you have curry? No, I don't have curry. It's just the butter.没有，你有孜然了？没有弄孜然，你可以弄那个六薄辣椒面。不要孜然。六薄辣椒 ，It's okay, it's a little bit. 不要孜然。没有孜然。我喜欢孜然。嗯，是。Hey, Dada. 嗯。I have to get these noodles. 坐下。又沾着这个吃好吃，又沾着这个调。嗯。不要吧唧吧唧的你。你喜欢这么喜欢吃沙拉？我很喜欢吃沙拉的。但他不吃沙拉。Yummy. Look at this. How did you get the sardine? 丁丁，土豆好吃啊。你把盘子放过放进来，你这样就不会掉到桌子上。蔬菜弄少了，肉多了。对，那土豆跟胡萝卜都湿掉了。嗯，这土豆。阿瑞呀，你让爸爸给你帮一下忙好不好 ？What's wrong?